一张红色，一张绿色。然后红色的用来折花朵，绿色的用来折它的花叶部分。好，现在我们来折这个花朵部分。首先将这张纸白色的那面朝上，然后对角折。折好之后，打开另一个方向，也是对角折。对角折之后，将纸翻过来，红色的朝上，然后将它对边折。对边折好之后，把纸拿过来，根据它的折痕折出一个三角形，这样根据它的折痕这样折进去，我们就得到一个三角形。然后将这个角的这个方向朝着自己，然后向上折，对折一下，做一个小的折痕就可以，不要全都折掉。这个折痕做好之后，将这个角到这个折痕的位置折一下。折好之后，将这张纸这样打开，将这个折痕做好折痕的那个小的四方形把它折进去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将它这样折到里边去。这样折到里边去，我们得到一个这样的形状。然后在里边折到里边去之后，将它整理好，角都弄好，弄好之后将这张纸这回长的这边朝着自己折出来这个梯形之后，将这个角拿起来，沿着中心线向上折，其他三个角也一样，都是这样折，翻过来。这样折好之后，我们将这两个边，将这个角的地方放到中间，这样这个位置就露出来了，两边都是这个位置露出来了。露出来之后呢，将这个拿起来，将这个边，将这个边，这两边，这个角的位置，这个边拿起来，向中间这个线折一下，这边也一样，向中间折一下，其他两个方向一样，拿起来向中间折，拿起来向中间折。折好之后呢，我们将它整理一下，得到的是这个形状。然后我们将这个角呢轻轻的打开，轻轻打开向外折，这样我们得到一个。然后第二个也是用同样的方法，拿起来向外折，再把它还原回去。另外两个方向也一样，向外折，然后还原，这边也一样，向外折，然后还原。还原之后呢，我们把这个放到这里边，这个角放到这个角里边，这个地方做得不太好，折好之后应该很轻松就能放进去。好，这个放进来了，然后放另外一边也同样将它放到这里边来。
拿好两边，将它弄好。这样我们这个花朵就做好了，这个郁金香的花朵就做好了。然后我们现在来做它的绿叶部分，将一张纸白色朝上，然后对角相折，相折之后打开，沿着折好的这条边，将这个拿起的这个角向中心折。拿出一个角向中心折，另外一个方向相同，也是拿起一个角向中心折。折好之后，我们把这个角折到这上边去，这样我们得到了一个大大的三角形。然后在这个三角形底边的这个位置，把这个角拿起来，沿着这条线向中间折一下，这边也是同样的，折进来一下。我们这个折好之后呢，再折一回，再把这个边拿起来，沿着中心向中心折，再折一下。这个纸呢很厚，所以我们折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折痕弄好一点。如果大家用手弄会疼的话，就借助一下工具。然后折好了之后呢，这有一个角，我们沿着这个角向上折，将这个下边的角向上折，在那个角的位置折到这儿。好，然后我们将它弄平整，然后向中间折，向对折，对折之后将它打开，然后将外边这个大的角呢向外弯，向外弯，弯的大概这个位置吧。好，折好之后呢，现在捏紧一下，然后打开。这是花的绿叶部分，然后呢是这个样子的。我们把这个花朵，刚才折好的花朵呢拿过来，这个花朵的底部呢，这个有个小孔，折好这个尖呢，可以这个尖呢可以放到这个小孔里边，穿放进去，立起来，是这样的一个。我们这个花朵是这样的，立起来，我们这个花朵就折好了。有点站不住，哎呦 ，OK， 我们这个花就折好了，这样放大家可能看得更清晰一些。